兑现兑现马超出鞋子进他的草啊，一定要出鞋子号，找到了找到他就行了，别让他去抢二级就行了。 OK， 花他一下，尽量是补到每一个刀啊，千万不要漏刀，再挂一下 A 一下，好，不漏刀刚好一个打野刀，刚好把这个螃蟹秒掉上来了是吗？预购个布甲，预购个布甲，这一波不知道宫本什么开的，这一波在这个在这里跟他换套血啊，跟他换套血，你看咱们有强体，想走就走，他急了，他急的交了个疾跑，什么开的？得小心一点，宫本呢？卡在这个墙体是无敌的，知道吧？你怎么敢把枪都扔出来啊，兄弟？找死啊！如果宫本是红开的，我这一波就能单杀了。但是我怕他是蓝开的，蓝开的话，这一波就到我这里了，到这个位置了，知道吧？你看，准不准，兄弟们？那这一波得怂了。线被吃的时候一定要补到刀啊，哎，补刀，有一个刀没补到，我操，没刀死，你看到没，线被吃的时候一定要补到这个四级线，你知道吧，咱们身上是有打野刀的，所以打野是可以吃到咱们的线的啊。哎呀，没补到刀就没四级，如果刚才打起来我就吃亏了，知道吧，把这波线先断了。刚才宫本在我这漏，说明宫本是蓝开的，他是蓝开的话，他红区的猪应该刷了。哎呀，有人帮他看野区，我知道这个猪刷了，但是没办法啊，承接个小佩奇走了。这是一把2100分的巅峰赛，又是一个大家都害怕的敌方宫本打野阵容。整场下来程咬金的操作是非常可观的。哎，这节奏无敌，我去，你怎么总是在我这里呀、啊、兄弟，我队友都来了，为什么总是在我这里啊，这个辅助，走一波走一波，宫本来了。这里要注意的是程咬金带惩戒，那就要注重敌方的每一个资源，前提是找到敌方位置，确保安全再入野区。被那个辅助盯上了，这样的话不太好反了。苟一波，苟一波先。下路单杀可以，兄弟。开始撤退。只是他们意识很好，知道我会干嘛。没关系，我还是反到了。宫本不可怕的，跳，拜拜。哎，我真的不怕这个英雄啊。没关系，我教你们就是一点一点找机会，知道吧？哎，急跑了，他又急了，杀我是不可能的，没急跑了兄弟。但是你注意一点就是啥呢，刚才宫本大我的时候，宫本身上没有红，知道吗？现在他身上还没有红，说明什么？不用我教了吧，说明他在找，所以这一波是一个二打二。哎，你怎么漏了呀，小傻瓜呀，宫本在的，我们不能上去推啊，他手长，你看他这意识就没我好啊，你这么打游戏。火舞也上来了，先把宫本秒了，我再跳一下，别急，火舞来了。哎呀， 不能这么打呀。嗯，可以可以，咱们是没有司空正手长的，你知道吧，刚才如果说我去跟着他推塔，我就直接就死了，就是拥有顶级的意识啊，耳观六路，眼什么，什么说错了啊，兄弟们，要在意这个啊。先出个全套随便玩，兄弟，你又被哪个主播骗了呀？你拿全套打宫本啊？告诉你是版本陷阱，打宫本要出物理防御。这时候不怕了，不怕所有人了啊，咱们先啊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没关系，该教你们的都教你们啊，这是这我这几波防抓都是最基础的意识，知道吗，都是最基础的、啊、都是很有用一些基础意识
偶像这波啊，我们没法，没有资源刷了，就开龙懂吧？对面应该会帮我丢两扇子的，应该会帮我打的。对面不帮我打吗？火舞，你小子红刷了，你看啊，地图红刷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宫本在，对吧？宫本在的话，咱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？提前按手恢复，哎，这血量三分之一他就秒不掉了，但是你如果出个血手啊，三分之一他都秒你，真的。可以可以，司空正这个牛啊，司空正这个射手也牛，把的队友有点强啊。这个鸟可以让他先打，替我打工呢。没发现不知不觉这个马超被我压死了吗？把对面野区过来，而且无形之间宫本也在被我影响。你们可能没有发现，但是宫本绝对发现了。为啥呢？为啥呢？因为他发现他没经济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野刀都没满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可能看着你们觉得没啥，但是这宫本受的影响老大了，看到没？你们点开经济面板，才有4000多，我都5000多了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别人都是6只野怪，我堂堂宫本五藏，我每一波都是4只野怪，我怎么玩？对不对 ？Nice， 开局比别人弱了1/3，是吧，兄弟们？2个野怪等于1/3，3只野怪等于1/2，对吧？他每一波都比我弱1/3。此消彼长下，他就越拉越大，越拉越大，导致他没什么伤害，看到没？打我都不痛不痒的。当大家完成咬金的时候，边路压制的同时都会去反野区，那么这样下来，敌方打野就会少经济，然后不论怎么被抓都不会被抓死。我们家最次的是，最次的都跟对面第一都差不多的，这红可以反啊，该战斗了。不用老是避着宫本走了，该战斗了啊！准备二技能加惩戒啊！他直接打我，我直接跳，对吧？你打我，我直接跳，然后我再回头，秒不了我就没用。你只要我物理防御叠上去以后，你宫本就秒不了我，秒不了我，你这个重伤对我来说就没用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最克制宫本的，知道吗？但当你出了凡甲以后，就是完完全全克制宫本武藏这个英雄，不是说宫本克你，是你克宫本，知道吧？马超打他一套，开大，别急，等宫本跳完再跳。宫本跳完我再跳，我急什么？不纯纯小卡拉米吗？不怕，刮他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。等他拉完我再跳，我急什么？好，技能圈给我了，接下来以雷霆击碎黑暗。你把你们所有的技能都交给一个坦克，请问你们怎么赢啊？宫本啊，不叫什么，把技能全交给坦克，请问你们怎么赢？我就想问问你们。导致我们家最肥的射手都没来，他们都打不过。这波对面打的确实上了头，这波程咬金虽然倒下了，但却立了大功。你死了呀，兄弟！哇，一个暴击1100，剩个宫本了。反杀我，快点反杀我。这波宫本人在下路刷野区，噩耗就从上路传来，甚至自己也没了。所以大家遇到宫本不要怕，就按照浪洋的打法来，小小宫本直接拿捏。开始撤退，状态不好。又撤退啊，老是拖呢。
挨打上，跳出去这个圈，然后回头一波伤害已经吃了，那对面这节节败退，推他吧，给盯上了。这把的队友也都在意料之外的很强，轻轻松松拿下比赛。